听完这个生日传统，就是，为其他队友完成一件事情。今天我会把香奈 TYT 再弹唱给你们一次，然后我把其他队友也写到了歌曲里面，希望你们喜欢。声音变了，几日不见。而且要中考，要好好补习。对，变声期呢要注意保护好嗓子，然后平常吃饭呢要多吃蔬菜，多吃蔬菜，要每天开开心心的，然后身体健康，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首先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！
望吧。我第一个愿望就是，我希望 PYT 在2019年就是发展顺利。然后接下来两个愿望就先不说了。我都快等不及了。他哥哥这样切，快切完的时候，你就说，我都快等不及了。哦，知道了。